11月3日，贾静雯在微博晒出一段女儿布布的生活视频，并写道：看着小阿布一天一天的长大，真的好有成就感。妈咪要用 DV 拍下你的每一个不同的样子，为你的成长做记录。视频中布布大眼呆萌，表情超可爱，已经会叫妈妈了，还给贾静雯问饼干。布布看着镜头还挥起小手来，简直太萌了。网友看后纷纷留言：布布简直萌化我了，我们组团偷布布去。别的明星晒孩子说可爱，多半是因为爱屋及乌，你这个娃是真的可爱。妈妈呀，我看到小天使了，乖巧可爱的布布呀，好期待她当姐姐的表现，毕竟是娱乐圈第一天然美女的孩子。